这个送你。什么呀？曲谱？我写给你的。陛下亲自写的呀？那我可得好好练。朕好像办错一件事。练了一年了，怎么还这么难听？这都吹了两年了，朕当年怎么不剁了自己的手？你不是月宫的神仙吗？怎么偷跑下来了？既是落在我手里，红尘万里，你可别想重新位列仙班了。义父不在，我自己回去有什么意义？义父，你叫谁？义父要是心里觉得别扭，我可以搬出去，不会在你面前碍眼。经年痴心妄想，一时走火入魔。你若输，我陪你一起背千古骂名；你要死，我给你殉葬。子熙，好疼。你上次在信上说，说有一个寺院写不下了。下次再告诉我，是什么？给你一生到老。大将军，一言九鼎，战无不胜。